男演唱者去世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79岁的资深歌手美代音演唱经典名曲《忆难忘》走红，近年来致力于教唱事业。两年前曾传出昏迷5天5夜的消息，虽然美代病情一度好转，但1月29日因肝内胆管癌离世。家属声明，2016农历年时，美代因为感冒就医，当时病情却急转直下，让他陷入意识不清状态。住院后才发现他胃部和食道溃疡，一度爆发败血症，医生紧急输血1000立方厘米救命。昏迷5天5夜后恢复意识，打了11天的抗生素，住了2周的院才终于出院。当时美代心系歌唱事业，即便身体还未完全康复，但他心系教唱，执着想回到工作岗位。他透露捡回一命后，也曾想儿女嘱咐，若未来再发生同样事件，真的救不回来就不要急救了，免得要走走不了，也是折磨。美代2017年就医时，经超音波导引肝脏穿刺检查，切片确诊为肝内胆管癌第4期，接着陆续接受化疗，但病患身体状况仍无法负荷，因此终止放疗，选择安宁缓和医疗。家属发声明表示，美代于2018年1月20天9日上午10时许安详辞世，享受79岁。